刚才和你讲的 TTRS 啊，现在跟你讲这架、跟他同样 category 的这架我算对手，这架对手 M2 Competition 这辆啊，哇、哦，小刚学长的座驾哎，买了就可以找到学妹是吧？周庆，这一辆车有什么 spec 呢？这架 spec 是 competition，跟普通的 M2 很不一样。对啊，它也是算是真正的 M 啊。很多人就讲这一个是继那个 E46 M3 以后最好的一辆 M 了。因为它用的是这个、啊、真正的 M 引擎嘛，对对对，是是真正的 S55 Twin Power Turbo 引擎，对啊，3.0L 的这个双涡轮增压引擎啦，对，最大马力是400，410匹，它是六缸啊，410匹，嗯 ，OK， 0到100加速4.2秒，嗯，那我注意到这辆车它的外形就是有点稍微不同啦，你可以大概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OK， 这辆车它来到的时候呢，是已经 upgrade 去了那个 Y Sport Sport Rim， 嗯哼，然后它还有来这个 Full Carbon Fiber Skirt 啦，是哦，这个是另外加的啦，对对对，哦、OK， 我们 import 进来的时候呢，它跟车一起来的 ，OK， 它旁边的 side skirt，还有它后面的 spoiler， 它后面的 bumper 的下面 carbon fiber 也是跟车一起来的，然后我有注意到这个。头灯哦，也是因为 local spec 的新车，它的头灯好像选择不大一样。这个是 adaptive LED， 对啦，这个是新款 adaptive LED headlamp， 旧一款的是圆的，对对对，在新款已经是跑这样的 shape 了啊。对，我记得 BMW Malaysia 新车就不是这个，这个是比较好的。对啦，啊，然后最重要的是啊，这个颜色，这个招牌的这个 Hockenheim 银色啊，这个银色其实是为了一个Hockenheim 赛道特别做的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我个人是很喜欢。哇，这里就是新款 S55 引擎的 compare with 旧款，它也是 inline six， 旧款的是 inline six， single turbo， 这款是真正真正的 M 系列引擎啊，对啦 ，M3 和 M4 也是用这里引擎，对啦，是 twin turbo 的一个设计，对啦，看来都是流口水，双涡轮增压，发挥410匹，重点还是这个东西啊，这个 carbon shock bar。这个是 competition 才有的，是不是？对对对，还要 M 真正 M 引擎的车才会有的，我记得这个 competition 版本哦，它也是有原厂也是有做了很多的这个 upgrade 啦，而重点是它的这个底盘也是进行了很多强化，用了很多 M3 和 M4 的套件，我也是会的 ，OK，good， 你厉害啊！哇，这样看了这个 engine 过后，是时候进去里面看一下了。好吧。哇，庆，我一坐进来这个哦，觉得跟那 TTI 差很多嘞。但这个是 BMW 一路以来是 man 很 class 的一个design来的、man in machine 啦，就是比较讲究这个驾驶感啦、不过这个真的是，真的是有点俗吧 ？OK 啦，比较 man 一点啊，比较原始一点。对，然后它，然后它这里它是 up， 这个 iDrive 啦，对，哦，这个 iDrive 是最新的，是不是比较新的啦？比较新 version 的 iDrive 来的。就它的这个界面比较漂亮一点啦、然后这边也是，其实它也是有这个 digital meter。对，是不是 Full Digital Meter。不过我注意到一个东西，这个 gear 很特别。这个 gear knob 是真正 M 的车啦，真正的 M 才有啦。对啦，它是一个电子的这个 gear 来的。对啦，这个你换过去旁边过后呢，那个加减压呢，很像那种也是很像那种 track car 这样。好像赛车这样啊。对啦，这个是 Dual Clutch 是不是？啊，对 ，Dual Clutch 气度呀。气速的啦，这辆车也是有这个 bucket seat 哦。对，这架是普通 M2 很少有的，这个是来自M Performance bucket seat， 就是讲也是另外选装的一个啦。对对对，我们进口选装的M Performance bucket seat， 它还有来 come with 这个 Hammer Carbon Sound System。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我驾那个本地版的这个 M2 Competition 新车啦，对，就它这边有这个 bucket seat 的，对，所以这个我就觉得哇，这个感觉很不错，它这个包覆性也很好。对呀 ，OK 啦。话不多说，我现在又要刹车了。OK， 可以啊，没问题，来。怎样？不错，不错，不错。这个我觉得有比 TTI 好一点。我踩看一下油啊，不，我先换一下它的这驾驶模式，因为它现在在 Efficient mode。可以。Sport Plus 才对嘛。踩一下油啊。如果刚才那 TTRS 是已经流口水啊，我觉得这辆啊，我裤子好像是有点湿了。因为这架它来到啊，是跟着 M Performance Exhaust， 就一款 M2 它没有。所以这个又是有另外加这个 Performance Kit， 就是它的这个排气系统又是不一样的啦。对，它是 M2 Competition， 就是 come with 这个M Performance Exhaust。有跑 WAF 的，所以就是讲我选不同的模式，它会有不同的声音啊。对，那我先，不过要等你的引擎到指定的温度啊，你踩过后它才会有那个打泡声。听到吗？这一个才是车吗？
哇，其实上了车过后，这个 meter 也是看起来蛮漂亮色的哦。对啊， digital 化了。是哦，是哦，不会输 TPS 太多，我觉得。嗯，还有在于它，还有一个很强项的，就是在于它的压箱。哦，这个变速箱。Electronic M differential。哦、它可以给你有 set 两个 driver mode 在你 setting 这里啦。啊哈。你可以按，要是你 set 了你的 mode 啊。啊哈。第哦，这个是就是我按了过后，它就会进去这个界面啦、啊。不用不用，你按了它会在这个这里 display 给你看。哦，把这个 M1 是在旁边这里。哦哦 ，OK 啊。啊、哦，你按 M2 看。M2 啊 ，M2 啊，看到 confirm。OK confirm， 然后。啊 ，OK， 它的性能给你 select 呢，就是在它 M differential， 就是你后面这辆车的后面 differential 那个差速器，对啊，对啊、limited like 我们玩 JDM 车那种LSD 啦、limited slip differential 啦，对对对啊、它可以给你选，你在 corner 的时候甩少少。哦，我知道了，所以就是讲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这个模式啦，三个层次，三个甩少少，甩甩多一点，甩到完。OK， 简单来讲就是这个这个 LSD 它会。可以，你就是有三种 mode 啦，然后是可以 control 不一样的这个电子力道，它的这个介入的程度会不同，对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哦，依照你的 driver mode 啦。这个 driver mode 是我可以，就是我一进去过后，我就可以选这些不同的模式，可以。对对对，你可以换蛮多东西下的哦。对啊，牙箱啊 ，steering 啊，那 comfort 啊 ，sport 啊、哦，硬一点啊，松一点，全部都有。哇，这个牙箱还有六段哦，六个 stage 哦 ，D one D two D three， 给你慢慢感受一下它的那种扯力。哇，不过这个 DSC 啊，这个 traction control 可以关掉的嘛？应该是可以，是不是？可以关掉，可以完全关到完啊？可以，没问题，关到完，尤其是在下雨天，一定要关到完的。哇，都可以，都可以，哇，这样子这两在这方面啊，就真的是赢过这个 TDS 很多了。对啦，我给的感觉不同啊，就 TDS 给你的是一个很稳，在弯道上就是稳稳这样很贴地这样跑赛道跑很快。对啦，把这个呢给你的就是挑战性。对，挑战性，驾驶乐趣了。对啦，所以我可以这样讲了，就 TDS 给你的是快很准。对啦，把这个。M2 competition 呢，给到你的是一种你想要征服它的一种欲望、啊。对啊，它是一个很强的猛兽，你在骑它。对，你要驯服它、啊。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就看你要的是什么咯。对啦。嗯。哇，这两 M2 还有这个飞机尾哦。是啊，这个 full carbon 飞机尾，这是 aftermarket 的。哦，另外加装啊。对啦，它的、我们 import 进来的时候它已经有了，已经有了，就是跟这个 body key 一起啦。还有下面这里也是。哦，哇，也是 carbon fiber， 看起来很美。是啊， full carbon fiber 到完。哇、哦，碳纤维嘛。哇，这个就有四个 exhaust， 嗯，这个看起来比较凶一点。M performance exhaust。嗯，不过最值钱的我觉得还是这个啦。啊， competition， 加出去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了。对对对，江庆这一辆车又卖多少钱呢？这架2018年我们卖的478000。478000。对。哎，这个有电动椅。我明白你讲的那个什么三号牙突然间来的那个感觉哦，还没来完，踩了20块钱罢了。哇，OK， 这个比较暴力，刚才那个是快，那个是稳，那、啊、那个是稳，这个是甩着的快，是。这个的跳应该是比刚刚那架好很多吧？是哎，有比较好一点。对呀、啊，它的 twin turbo 大大增幅啊 ，respond 那个旧一款。嗯。你加过旧款了？旧款的，你要等一下那个沥水才爆。这个是你像感觉到2000多转那个，它就来了。Boost key in 了。嗯。啊，好看。哦。啊，很帅啊。哇、哦，真的，我听到了。那个车尾的。那天线可多闪了。哇。刚才那两个我就觉得比较像 gentleman， 这两个就比较像一个比较流氓一点。对啊。比较流氓一点。Gangster style。Gangster 一点，对。ECT 啊，七度牙 啊， 啊，0到140.2秒啊。OK。啊，上去都要甩下去。哇，真的是很坏哦，我们这车。你要是 MDM， 你可以想到它甩得更恐怖啊。哇，恐怖啊！真的是甩尾啊！真的是甩出去，我跟你讲。对啊，如果会玩的话，这辆车很好玩。对啦，讲真的。不过如果你是要快的话，我觉得这辆就比较吃亏一点哦，因为它那这样子就已经少掉那个 fraction 了，就慢了。这个你要要去那个地方 U turn 呢，就可以给它摔 耍摔一下了啊。拿着就是。要是它前面呢跟这条白牙一样呢，就不会这样。它就比较咬地嘛，因为那个 semi sink。对，这辆真的是要用 semi sink。对，比如说你看我刚刚开，要是你想叫我换 MDM， 应该是上 divider 啊。如果你看放 MDM， 我就看你表演了啊！我今天看着你。对啦，MDM， 你讲再踹我干嘛呢？再接标了。是。
哇，这辆车状况很美，整个感觉。对呀、啊，车况原装 Mali 是6000罢了。啊，6000罢了、啊。对呀、啊，对呀、啊。哇，很低哦。那很多人以为 import 车是人家用的很高 Mali 才进来、啊，其实不是这样的。以前也许是这样的观点呐、啊，现在不是了咯。嗯。现在我们公司都是经过，那你当地有agent 帮我们考察那个车况，再量好我们才会拿回来的。所以你们其实是有真的去来 filter 啊，就是找那种真的是美车啦、啊。有啊，一定要有啊，因为现在网络化的嘛，你们全部上网可以找到那个原装的毛利啊那些啊。而且我觉得这种车应该是你去借一下电脑，它的原本的那个毛利。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现在这些都是光明化了的、啊。嗯，我现在坐在这边啊，我都一直感觉到那个车尾一直要蠢蠢欲动的感觉。尤其是你过到那个 curve 的时候。对啊，不过你可以感觉到它那种。35度也要威力无穷，要一直去的感觉。是、啊。所以它六个火的发挥潜能是比较大了。对，而且跑 twin turbo， 用2号牙齿哦，这样就不会甩。哦，它额度也都要甩得舒服。是。而且它那个 top 来的时候啊，有一种它有一个 contrast 有一个落差，对的，突然间给你推你这样子。哇，要是在 track 啊玩 MDM mode 啊，哇，真的是一种神级享受啊！你讲，我现在终于关于什么小刚学长要买这辆车了。小明讲，这两家你要选哪一家？这一辆啊，奥迪不会再出 TT 了，所以它是有收藏价值的。不过这一辆呢，又很好玩，而且还可以找到学妹。不过呢，小孩子来做选择，我两辆都要。OK 啦，那今天呢、啊，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所以不知道你们比较喜欢这一辆橙色的呢，还是这一辆雷霆银色呢？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你的选择。如果你要买车的话，记得找我啊，一条龙服务给你。对对对，最重要是这个，在这里就要感谢这个 Yap Brothers Group 的这个 Ching。对，来为我解说这些车子的规格啦，因为我老人家是记不到这样多东西的啦。OK， 所以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一回再见。哦，对，不要忘记。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按赞、分享，还有最重要的是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对，好，就这样啦，拜拜。带你试车吗？啊，可以，走，真的。